北海道海参，满天星的火，满天星，六排子，满天星，像这样的就是特级的，这是饿死了。非常漂亮。这个是三克的左右的，我忘记掉水药了，是三克。这个是自己家里吃比较好的，三克。这个是7到10克的啊，7克啊，7到10克的。非常漂亮。这个是那个7到10的啊，海参，7到10，非常漂亮啊，就不要排了。北海道的六排子海参，世界顶级食材之一。北海道的六排子海参，世界顶级食材。好了，今天工作告一段落。哎呀，选了好多，明天再继续，再继续。好了，告一段落。